出家修行，将来转法轮，他是不要生孩子，自己专注修行更能实现这些。然后他后来又闭了一下眼睛，睁开就说：“那还是不要生孩子更有利于修行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这辈子就不生了。”所以就是，觉得自己这一生的方向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，就是专注的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好好去努力。这是个好修行，是个好事，因为毕竟在生命里边它是很有意义的，而且这不管虽然是末法，但是释迦牟尼佛教法还在嘛，我觉得是个好事。但是很多人都会拼命的去很急的要成佛，就好像顺着佛菩萨的方向往前一赶，很急，然后觉得知见也在日积长，当然修正也在日长，但是。修行是个好平凡的事情，好平凡，就是平凡到，就是真的空性无处不在的，就是空性无处不在，就是像街上的大白菜一样的，就是无处不在的东西不值钱吗？对众生来说，是不是？因为罕见的才值钱。其实空性是平凡到在每一微尘都可以见，但是好像只说这些，大家就觉得我没见，我没见，这就是很稀罕的。啊，就是真的是蛮频繁的，一定要最终回归到平常心，是到这种境。我就想，我还是就是，其实你这种急迫的心情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就是刚开始修行是有一个出离的感觉的，要出三界的感觉，并不是说你出到三界边了，又从三界边上回来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就是啊，没有出跟进才能了解这一点，是从一开始就应该了解这一点，没有出境这回事，时空是你认知出来的，从一开始在知界上。在每个当下完成空性的认知，哎，其实因为你现在有菩萨跟佛果位的相嘛，所以好像有个目标，顺着那个目标就蹦出去了，好像为了他可以付出一切，甚至不生孩子，不去做什么，我也随喜，你可以去有这种发心，啊，既然你丈夫这么愿意，当然是因为生孩子要教育啊、抚养很多，我现在出家了，下回来带过来。啊，你现在出家了？你现在是三个月的那种短期。啊，短期的啊，对啊。那随喜你们俩夫妻都同学互相能理解嘛，那真的是很难得你的法律啊，就是法缘，那一般都会家庭有问题嘛，就是我当时就照着这标准找的就是有天是，这就像我曾经在又说起我当年在六祖寺的六祖寺拜六祖的时候啊，跟六祖聊，就是当时也是那种心急迫的要回，要不把普渡众生就很成道嘛，啊，一切主要是成道，心中受着佛菩萨等觉菩萨那个境界，我要尽快的圆满。然后就是心中有佛像，有菩萨像，眼中有六祖像，会在那儿的时候，六祖说回头是岸，是吧？回头是岸的时候，因为禅定里面它是没有那种就是思维的嘛，那我就把头转过去了，是吧？因为不会知道回头这种事，你没有意识层面的事，我就把头扭过去，看到了芸芸众生。众生就是佛，真的是你刹那之间就明白，哎，你太急了，你已经着了佛像，哎，你着了菩萨像跟佛像，忘记了众生就是佛这个概念，就是扑出去了那个心，然后回头看见，哦，茫茫人海，芸芸众生，佛就在这里，利众生啊，你就是菩萨道啊，就是菩萨道上成佛是每个当下就是如此活生生的。当你的老公坐在你面前，当你的孩子坐在我，你可以没有孩子啊，没所谓。当你的家人坐在那，当你的爸爸视线病相，当你的妈妈视线苦相，当你的家人所有的一切坐在这儿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如此真实，这个娑婆世界，这个人道如此真实，六道众生因为众生的执着现起了六道之相，然后如此的空性就在这里，空性就在这里啊。然后你看到了，你在这儿，你活在空性里边，看着这一切都在你面前现起，六道因为无常，因为空，毕竟空，六道就是因为他的执着现起。你跟他说，他破了他的执着，他那个果就下去了。你不断的度他，你跟他说的每句话都是破他的执着，他的执着下去，他六道的轮回就停下来。你蛮有成就感的，你知道，并不是你坐在这儿说色空不二，缘起性空啊，是对着这个世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六道众生。你看到他，哇，他因为执着，所以现在泄起了这样的果报。哎，他在人道，所以他在地狱道，他在恶鬼道，他在畜生道，
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，现在就是在六道轮回，我就先关注六道，其他星球的事再说，然后呢，其他星球再说，然后呢，这个六道，哎，他现起的时候，哦，你有这个执着，所以你现起地狱道的相，你因为有杀业，所以现起了地狱道说，但是还，可能有的你怀抱就行了，但是我可以通过各种药物帮你尽快的减轻痛苦，有可能让你提前恢复，让那个或者讲讲佛法，让那个找你算账的要债的那个哎可以远，这都在弘扬佛法，是吧？都是。但是这个必须是你了解了空性的正见，你活在空性正见的基础上，真的是看到了他的执着，去跟他聊，然后就让他从那个地狱道的报里面解脱出来。如果自己还没有，但是说自己未度先度众生，这菩萨见。但是如果只是个游戏的话，玩的话就太浪费时间了，是吧？有太多的众生的执着受的果报要清理了，要帮助的，所以没有办法在境界里玩嘛，不能玩境界，只是说，哎，他执着在哪里，只能因为他要执着不出，你就是有神通给他灌，他就变成个光化的，他还会轮回回来的嘛，是吧？你把他气脉全转成光化都没用啊，因为他的执着没动啊，他执着没动，他不出轮回啊，他不出轮回，他下一世跟你无法相遇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又掉在地狱道？你都不知道啊，你无法，你没有根本救度啊，你没有彻底把他拔干了。只要他在轮回之中，你的救度就不彻底，是吧？所以你始终是对着他去，给他治病也罢，给他看病也罢，帮他去解决痛苦也罢，安慰他也罢，只是为了告诉他，有一天你有执着，你执着在哪里了？你没破这个执着，你总会受苦的，就是这样。这就是度众生，很简单，度众生不用跟他讲缘起性空，很多众生听不懂缘起性空的，地狱道众生怎么能听懂缘起性空？这都是。他有的满满的仇恨，因为那个狱卒老打他，还有他报仇的那种心恨啊，你拉都拉不出来。你以为地狱苦地狱道就是会出吗？他不出，他知道苦但他不出，不出是什么？报仇啊，报仇，是吧？所以你给他讲，你不是说冤冤相报何时了，这种话没用的，是吧？你可能他很苦的时候，你先减轻他些痛苦，比如说我们经常做超度的时候，恶鬼道众生来了，你得先给面包啊，哎，面包吃饱了才做开始清佛法，哪有时间清佛？饿死了是吗？哎，先布施米啊，先给洒水啊，喝饱吃足了，佛法第一第四什么？你就开始讲啊，讲完了没听懂，下次再说吧。听坐在那听你讲佛法，还是给你面子，吃了你的了，喝了你的了，这不听你说话好像不行啊。说鬼道众生真的是这样的，你超度他，你看着他过来，然后吃完喝足了以后，哎呀，吃太撑了，动不了。然后呢，说大家坐好啊，排着队啊，围着圈啊，围在那火堆旁边，他冷吧？我们又不是那个火，哎，他就围着那个火堆坐着。然后你给他讲佛法，讲果报啊，讲因果啊，说你受苦是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看不见水啊？你为什么看不见食物啊？还得别人施舍这样子啊？是因为你上一辈子怎么样？你讲也就这样看着你，然后说真的。真的吗？不就吃你个面包还这么偏枉就是这样子的，说是，但是心里说，因为看看那个没走，这个也不想走，也不是不好意思走，也挺像的，本来就是人变的，然后看那个，看看这个没走，他也不好意思走，他其实不想听了，烦了，然后那么盯着你，极少数的很认真的坐在那听，好像很有文化似的，然后剩下的都是然后就这样的，然后等一会儿就是啊，现在要走了，烦了，然后说我说啊，解散了，我们超度完了，轰的就跑了，就没了，下次再来再见，就那样子。